2023年5月10号礼拜三第19次酋长炎入樽。哇，太阳快出来了，现在已经快4:50了，现在天已经这么亮了，会冷。今天早上这边好像是18度啊。两只，三只都在这，哎，三只都在这，乖乖回家了。没有，三只都在这，那不错啊。新鸟在右边，像新鸟，这只应该猜是母鸟啊。对，这一只是母鸟，没有看到公鸟。好，太少见。也就是大宝回家了，二宝跟三宝还在家。三宝应该还不会飞吧？二宝应该其实感觉跟大宝其实没有差太多。看，现在一只飞，跳回去，跳回去，说明是二宝。这只兄弟是大宝，没有看到人啊，飞了。猜错，不然他要去撞他妈妈，太阳能没办法马上及时拍。好，为什么会来这里？看到空中交接啊，两只来抢啊，哇！三宝还在这里，哎，三宝还，二宝、三宝，哎。哇哇，不就是像有那个 feel， 对，飞，抓错只啊，抓到公鸟。现在是五点，还没五点的空中交接。我现在找不到大宝，只能一直追着公鸟了。公鸟把食物带走都不晓，不，大宝把食物抢走又不晓去哪里了。